体育馆举办的“一带一路”陕西宝鸡2019百合杯国际乒乓球大赛。现在场上呢，决赛的两支队伍是陕西通运对战博大置业。那这一场呢，侯英超是打了二号，可以看出这排兵布阵也是非常讲究。对战呢，我们博大置业是主场，这李克磊打的是一号四号，看到他这个削球的这转不转变化还是非常大的，并且今天的状态明显比昨天要好。对，通过昨天一天比赛呢，可能状态逐渐虚席，能在家门口欣赏的。很虚是吧？对，都向的更多的是拖过去。是的，哇，漂亮！对，一下就能把这个小将。你看，之前，哎，那其实我们那个陕西通运也是，因为他们这边这个廖鸿然和桂成李克磊第二局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机会，哎，擦边了。他就能把这个转和不转，并且呢，对于洪超来说，能一招先，这吃半天。是的，我相信他一定看了上午，哎、漂亮，哎呀，哇！漂亮。哎呀！哇！哇！漂亮！拖起来了，掉中间。哎呀！哎呀！哇，漂亮！全是挡过去，挡过以后是上纯上旋。哦，有一个啊！好，比赛继续。哎。机会吊起来，哎哎，好球啊，又摆一个，哎呦，转的，哇，拉起来了，哎，哇，这个不容易。第三局比赛开始，漂亮！哦，
机会。哦。哎。哎呦！让自己努力放松下来。是的。感觉身体没有打开，还很僵。转的，哎呦！哇！哇！所以还是打出他的一个反手小球。也是一攻一守。一小，嗯，一攻一守，可是没有上一场那么精彩。对，哎呦，得分手段。哎，对，昨天侯云超这也没打出来。哎，机会，过渡一把。啊！这局的那个上升点、前点抢的很好，突不出来。对。这局节奏一慢，侯云超就能跟上。对，稳打稳打，这么这种拉球，侯云超打不能给防回来。对，好用的。对。嗯。好，比赛继续。哦。哇。哇。漂亮，漂亮！哎呀，嗯，打起反击相持，他不怕啊。对，他就是旋转判断不好。啊，是吗？还吃吗？哎，转了。转，啊，听见，哦，漂亮，这转。转了，不敢拉了。转，现在比赛继续。我想看李克磊能找什么办法冲破这个旋转的判断。看他清楚，可是有些时候达不到。是的，你看他是给正手，是也你看、啊、这球不应该失误。这球很快，景德还没有追过来。是的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发抢，直接得分。嗯。也很清楚，他站正常情况下，何文超拿下了这一分，应该是。对，哎呦喂！漂亮！哇，漂亮！哇！帅！
是吧？这样恒昌，这李